这张 地图咧，冇人玩过，因为呢张地图啊，1.5 嘅 patch 有，就算有都冇。我记得2016年1月20日嘅请第三日请假，礼拜三嚟嘅。2017年1月20日嘅礼拜五啊，夜晚去咗西朗食，跟住第二日咧去肇庆，系婆婆想去啊。肇庆即系婆婆嘅屋企啊，乡下或者叫。那个抢咗嘅，点都揸唔到嘅，原来我冇喺小队。呢日年29，出去食饭咧系年30至到年初二三日，原本就年初三食都有食嘅，但系今年就冇啦。嗰啲新年嗰啲花啊或者装饰都摆好晒。我讲完件事，又见到个三个 cheater。咩 Rush A B C D 都幾個咧，最尾連續三 round 都係玩貨倉彈，你怪怪配隊啊嚇！最尾係都要配，唔係我記得有一班沙頭咧，我哋做美軍啊，一開始咧原本35-35噶嘛，搞嚟咁揸住 E V L C 上去。A 區曬 AI 嘛，點知我一去到 B 區咧，其實一格即係摸隊員隊，一格 EBLC， 一格 T28， 一格兩妻走落嚟 B 點度，甚至係一隻星機走落嚟，跟住過唔到去，一路都 stay 咗喺 B 區嗰度。
唔係，我有幾個 cheat 打又一齊玩，見到佢哋一齊玩已經係。太晒啊！出边，就算攞毛巾遮住个窗口都系好晒。咁你都望到一个 post 嘅关于冰种嘅，会咩冰种系统？诶，个个都讲咩啊 ？Cast system is coming soon， 即系冰种系统即将回归。如果话即将回归咧，理论上应该系差唔多更新。咁即系话应该系礼拜二更新24号。通常系咁嗰啲嘅。Radio is active. Squad radio is active. 但我一抢呢个点，个个即刻走过嚟，信唔信？我而家见到劲多都系自己有杀，真系啊！老板，仲要摆地雷啊！啲打机都唔死喂。冰種啊，咁跟回歸冰種之後，其實攞咩武器都冇限制。愛爾蘭佬就係一個支援兵，一改咗做，而嗰個機槍佬變咗做，即係定點機槍佬變咗變呢個叫咩咧？特工程兵好似。咁回歸冰種，你話都好嘅。人人個個帶火箭炮、帶防空飛彈係個歷史，帶指引槍都係，總之唔係。有眼多過嚟嘅。全部都追擊手嘅，
咁但係攞咩槍都冇限制啊！支援兵攞支援兵攞狙擊槍，然之後突擊兵攞輕機槍冇問題。不過話如果即係有啲有一種講法叫有技能啊，如果你啊，如果突擊兵攞突擊步槍就會有咩額外多三個彈夾。但如果你係如果你支援兵攞機槍就係話咩咧？唔知點講，應該係話有壓制啦。跟住話追擊手攞追擊槍咧，就係話拎嗰張可以閉氣閉耐啲啊。閉氣閉耐啲意思係咩咧？定啲啊！拎住個把追擊槍唔會下都喐佢個鏡頭，好難講啫。我只係發覺啲隊友唔嚟紀念碑公園。即使我先睇 A3 你先。冇 ，no can do。之後個裝填就俾人攻翻，我睇成堆過曬嚟，佢過唔翻咧。不過既然你改兵種，不如索性改埋嗰啲咩 TV 彈嗰啲咧。你而家揸車基本上，我咁講啊。揸車唔會去攻點嘅，最多睇遠啲嘅位 K 咁樣。我咪咧，除非有 friend 帶隊，如果唔係我一定 cam。唔係我想 cam 啊，係佢哋逼人 cam 啊。只要你攻點，聽得最多咩聲 ？TV 彈嘅聲，嘟，即係好似火警警報咁樣就。第三次世界大戰嚟㗎。直升機唔使講啊，冇咩興趣揸直升機，只係最雜技，除咗 TV 彈，就激光彈，就驚啲北市係驚曬，基本上知道曬點樣玩。唔係，俾手榴彈炸死，仲未人死得公點？唔係個山唔係喎 ，sorry。
呢個識玩家玩一百或征服啦，起碼一百或征服有個講法叫運分攞高攞多啲意思。係啦，我琴日跑步啦，五點即係應該係四點，琴日下晝四點半嗰陣時咧，石寶路啊，你知邊度啊？喺石寶村公廁嗰度，冇難講。如果你經臭河咧，經污水廠嗰條路，嗰條路跑過去就係石寶路啊！就係一單嚴重嘅交通意外，關於咧，一架私家車同埋一架單車相撞，個單車嘅人咧就嚴重啊受傷。咁其實我望條片好耐咧。唔係，應該係我下晝五點搭二咧跑過咧，見到有十幾架警車嗰度，跟住原來先知係呢單意外。望條片其實兩邊都又唔啱啦。開頭嘅私家車點解會喺右邊駛過嚟嘅？正確啲嚟講，唔係應該左上右落嘅咩？即係類似係咁嘅意思啊。行過洪水橋方向應該是靠左邊的，但他行右邊逆線行。第二隻單車整到好像一個碰瓷檔咁樣，見到架車駛埋嚟，即刻就衝出條嗰條線嗰度，搏撞啦！撞到個私家車嘅玻嗰、那個擋風玻璃係碎曬，穿個窿。所以兩邊又唔啱，你可能話我嘅私家車係，即係佢應該被之前左之前嗰架單車 cut 右線，但冇理由啊！避咗架單車，點解依然都會行右線嘅？唔係應該轉嘅咩？第一話嗰架單車懟埋嚟之前，佢一早就轉右線，係咪呢個睇法嚟嘅？我都唔好明。雖然知要好多推理。你估我係名偵探嘅大佬，可以有好多推斷嘅，可能話嗰架車逆線行，又或者個單車碰瓷檔嚟嘅。嗰個意外嗰個位置就喺西鐵路軌下嗰個高架橋下面嗰段路嗰度，定係你 search Google 我知邊度嘅石寶路。我應該是打完機先有先睇呢段片。原本我諗住玩 Run， 點知後屘咧，佢個垃圾配對次次都配沙流，仲要冇人嘅，得個13個人。新增個案都有回升，不過回升少少。我諗緊三四月幾，你解除咗個口罩之後，會唔會又多翻佢啲人確診咧？